恭喜啊，考上航空公司了，不简单嘞！恭喜你，这是姑姑跟姑丈要给你的礼物。谢姑姑、姑丈。哎呦，人来就好啊，送什么礼物啦？这，应该啦，阿得甲瑞君哦，鼓励一下。是啊，瑞君一考就中，好争气哦。大嫂，你一定就欢喜的吼。嗯，水军这囡仔哦，一考掉就讲要请恁食饭啊。 你看，爱着包一上高的高丽菜水饺，不要你吃。哎呀，真水饺，我介意啊。啊，那呢，吃饱好诶，我先去煮哈。我来给你倒三羹。对了，我听你姑姑说啊，你最讨厌吃高丽菜的，怎么现在变成你的拿手绝活啊？曾经很排斥，看到高丽菜就想吐。 可是现在回想起来，反而变成一种成长的记忆。那是我和妈妈、姐姐相依为命的印记，我很珍惜。也许是因为这样，开始喜欢吃高丽菜。<笑>你长大了，也懂事了。<笑>对了，那你不是要去考空姐吗？啊，怎么突然间去考地勤了？ 妈心疼我，才让我考空姐。我就更不能让她担心啊。反正坐地勤也一样，都在航空公司了。那你就好好做，不要辜负妈妈对你的期望。嗯，我知道，我会努力工作，帮忙分担家计，这样妈就不会再那么辛苦了。 你管大汉啊，我代志啊，知影要友好你。以后你总算唔免这么辛苦啊。拢总一百二十二，算你百二就好啊啦。 多谢你，啊，欠啥再过来哦。再过来啊！我来听啦，你去提扫啊来包啦，啊，再过去后壁面啦。大嫂毋是有讲过，主席有咧做环保维修啊，以后咱遮的纸箱啊，就拢互因啦。安尼我来提扫啊。 阿静，我等来啊！阿静，您等来啊？来，小军哥，哎，来。
是讲今仔日是啥物日子，啊，大家人拢倒转来。原来哦，啊是咱进庭，啊出国摕着学位倒转来，你真正是有够厉害呢。三明啊，啊当然倒转来啊，啊你有啥物拍算啊无啊？阿公，我想讲先来找头路啦。哎，这头路是一定爱找啊，啊！啊！你结婚的代志咧，啊！啊！你甲庆婷哦，要出国进前，就先订婚啊咧，啊！啊，到底是拍算什么时阵才要结婚啊？嗯，恁两个是要怎么看我？这是恁家己的代志，恁家己做主啊！你啊，我家己做主啊！嗯，看恁是要留伫厝内做我的查某囝。还是要嫁给别人做新妇。我，好啊好啊，大嫂，你着莫甲伊创治啊！啊，你明明知影，进前拢甲你讲的每一句话哦，当作是圣旨共款在听的，啊，你搁超工在讲。进前，阮家见到的时阵啊，你妈妈已经甲阮讲啊，伊就是等恁回来哦，要替恁办仪式的啦。啊，今日唔是来顶下底啦，来甲阿妈、甲阿公讲的。看你紧张到安尼，我哪有可能袂让你嫁？妈，你真正是，我抓一个，既然安尼哦，啊，紧家己试看看，莫阁拖。我甲你阿公哦，是要赶紧来抱囡仔孙。是卡莎，等我等你带爸，马上去办。嗯，这件衣料袂歹，无因为我太假哦，就袂难翕。今晚，静婷哦，要结婚啊？难道要嫁一个囝婿啊？我是感觉，咱要嫁一个后生啊。我相信你嘛会喜欢的。静雯啊，静婷有一个好的归宿，接下来就是水君啊。等伊嫁人，我这世人的责任完了啊。安尼，嘛算是对你有一个交代，对不？想再看了啦，这几个人条件都不错，去见个面有什么关系嘛？之前听你的话，去见过好几个了，就谈不来啊。妈，我拜托你，别再给我介绍了，我条件没那么差吧？需要靠相亲的方式才能找到对象。妈，你就让我自己找嘛。你找的人啊，我不放心。你很奇怪，我都还没开始找。你就泼我冷水。好，其他的就算了，但这一个，你一定要认识。他是你二舅介绍的，是个会计师，有自己的会计师事务所。
事业稳定，人又老实。我在跟你讲话，你们在听啊？哦。姐，我已经到了，你赶快来吧。王瑞君，你好。我们认识吗？啊，我刚报到没几天，你不认识我很正常。是哦，原来你是新来同事，难怪我对你不熟。我可以坐下吗？哦，好啊。我叫某国信，是工程部的，以后请多指教。别客气。对了，你怎么认识我的？啊，这不奇怪，你在票务单位开票，几乎大家都认识你。哦。那我开动了。你请用。放假出来走走，吃个饭还可以遇到同公司的人，还真巧。你怎么都不吃啊？我还没有很饿。哦，我是那种啊，不管发生多大的事，只要时间到了就得吃，时间到了就得睡觉，作息规律，生活才会有朝气啊。听起来很有道理，可是一成不变不会觉得很无趣吗？怎么会？对我来讲，吃跟睡那都是身体的基本需求，那不重要，我还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可以做啊。什么有趣的事啊？我可以打篮球，或者是骑骑脚踏车。不好意思。喂，姐，你早班没到啊？我等你等好久了。哦，好了好了，那我赶快过去。嗯。我有事要先走了，那这一盘就麻烦你了。好，别浪费哦，再见。拜拜。姐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怀孕的人就是这样，会突然好想吃点什么，才跟你改地点约你来这里。没问题的，请问需要点什么吗？我不饿，不然来杯美式咖啡好了。嗯，好的，马上来。谢谢。怎么样，这个月产检一切 OK 吧？嗯，都很正常。你找我有什么事情？嗯，该不会又跟妈吵架吧？你不是说你要体贴吗？不再跟她吵架了吗？我就是太体贴了，才会一直乖乖配合她的安排，跟她熟悉的对象约会见面，就真的谈不来嘛。你如果真的不喜欢，妈也不可能强迫你啊。最可怕的是她锲而不舍的精神。昨天又拿了一张相片，说是舅舅介绍的，是个会计师，还说最适合我。拜托，人都没见过，话也没说过半句，妈也太武断了。你记不记得，当初妈也是凭一张相片就看出山明是好对象？请你不要把你的经验套用在每个人身上，好吗？当然，我的经验不是用在每个人身上。但是你不能否认的是，妈看人的眼光是准确的吧？瑞君，你不要为反对而反对，你去看看吧。总要你实际去接触，你才知道对方的真实状态是什么啊。咖啡来了，谢谢。
这杯咖啡120，咖啡豆我估计不到10元，加上水费、电费、房租、人事费用和杂资，这杯成本顶多25元，这样就净赚95元，获利很高哦。这么会算，难怪妈会看上他。这店的装潢啊，顶多5年更换一次，这成本平均分摊在每个月上，也不到10000。难怪咖啡店啊，就像雨后春笋一样，确实是有利可图。我喝完了，我要回家了。啊，你现在就回去了？对啊，咖啡喝完了不回家要干嘛？我请你看电影。天还没黑嘛，我先结账。这发票时间不对，是3个小时前的，这不是我的消费啊。哦，这张本来是要拿去作废，刚好你的消费金额一样，所以我……你这样不对，而且啊是不诚实的行为，违反税务精神。我告诉你，税对我们国家来说有多重要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们现在马路的建设不是靠这些税吗？我们国家的重要建设也是靠这些税啊。自己也是纳税人耶，你怎么可以帮助老板做这种事情呢？这是你个人行为吗？还是你们老板这样跟你做的？这个精神是哦，跳街真正袂歹呢。今日随军哦，去跟林家比啊，这件代志若是当成功，我绝对要好好甲你说道下。哎，你甲阿姐阿母讲。那是有用哦，我就等去看因啦。嗯，好啦好啦，就先安尼，哈，哈，再见。妈，回来啊？怎么样？跟钱先生谈的怎么样？他很老实，很稳重，很规矩啊。太好了，我很难得听到你称赞一个人哎。不过也很无趣啊。啊？那你这样讲，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啊？妈，我对他没有感觉啦。才见一次面，不准啦。妈，妈的眼光不会看走眼的。再给他一次机会，不要这么快做决定好不好？我真的跟他不适合啦。都还没交往呢，怎么知道适合不适合啊？就感觉不对嘛。感觉？感觉能当饭吃吗？这钱先生啊，有自己的事业，收入稳定，生活有保障，条件这么好，你打着灯笼也找不到，你还嫌人家？妈吃过没有钱的苦，知道钱很重要。钱不是万能，但没有钱万万不能啊！妈，你放心啊，我有工作可以养活自己的。妈就是不希望自己受的苦，倒是在你身上，你怎么老是不能体会我对你的用心啊？天哪！想到今天要跟一台计算机过一天，整个无力，谁来救救我啊？王爱君，哎，真巧啊，又遇到你了。你要去哪？要不要我载你？你愿意帮我一个忙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没有迟到吧？没有，是我早到了。那就好，我
跟你讲，我已经安排好等一下的行程了。等一下我们喝完咖啡，我就带你去阳明山吃野菜看夜景。我不想上阳明山看夜景。那我们去看电影。我也不想看电影耶。那你想做什么？我只想一如往常继续过我的生活 ，OK？ 很抱歉，有些事是不能勉强的。我知道，就像是应收账款收不回来，变成呆账列作损失，再怎么样都不可能变成收益的。很高兴认识你，也谢谢你愿意陪我出来喝咖啡。别这么说，我才要谢谢你，谢谢你的理解。你是一个很棒的女孩，不知道哪一个幸运者可以娶到你。祝福你可以早日找到带你去看夜景的人。谢谢。再见。再见。哎，你怎么还没走啊？我不放心啊，怕你需要支援还什么的。没那么严重啦，又不是谈判。情况还好吗？我就说嘛，逃避不是办法，面对面把话讲清楚才是上策。谢谢你点醒我，帮我解决了个大难题。现在心里反而有些后悔，应该听你的，假装是你男朋友，让对方知难而退。哎呀，来不及了啦！你不是说那是欺骗的行为，诚信是做人的基本原则吗？我逗你的，看你紧张的。看你一副忠厚老实的样子，居然还会耍花样。其实啊，你跟我说要我假装是你男朋友的时候，我心里是有点窃喜跟骄傲的。啊？第一，如果我条件不好，你会让我假装吗？第二，可以假装成美女的男朋友，我不是应该觉得骄傲吗？转得还蛮快的嘛，想不到你还蛮幽默的。哎，能考上建中跟成大。怎么可能差到哪？是是是，高材生，失敬了。好了，开开玩笑，心情轻松多了吧？嗯。走，我送你回去。为什么要你送回家？男生送女生，天经地义。不，今天我要做一件不一样的事情，换我送你回家，就当做感谢你。帮我解决一个难题。你爸妈都是山东人哦。嗯，他们当初是跟政府一起过来的，想不到就在这里落地生根了。我家到了，要不要进去坐坐，喝杯茶？不好吧，这样会被误会。被误会什么？是，我又不是你女朋友。照你这个逻辑，只要去过我家的女生都是我女朋友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啊。啊，怕被误会，没关系，那算了。谁说我怕啊？走，到你家喝杯茶去。好，走。道上，我回来啊！啊，你回来啊！哈哈，来，我来干你一个啊！哦，我休困啊，想讲回来看卡桑。卡桑，伊有好无？伊的病情敢有较稳定？情形吼，
愈来愈歹了。啊，嘛看伊哦，较罕在放尿。医生哦，咧讲爱有心理准备啦。啊，过来哦，就爱洗油剂啊。预产期就要到啊，应该最近就要生啊。我想讲哦，趁伊还袂生进前，赶紧倒来看你。你慢慢安尼从来从去，有闲才阁倒来就好啊。啊，你家己有事业，还阁有家庭爱顾，啊，莫安尼天天倒倒来啦，莫啦。无闲的啦，我无看到你好好哦，我就袂放心啊。我咧想讲哦，你拄仔起来台北，好我会当好好照顾你，好不好？我才无爱你，我想要第一只哦，大一世人啊。假使若叫我离开，就到亲像要滴我的命，我不爱啦。好啦好啦，你无想要离开哦，那就莫离开。休困一下，我等下陪你。卡桑的身体愈来愈歹，唔知影阁会当撑偌济时间。我爱赶紧好水军的分数为一个结果，安尼就会当让卡桑较欢喜的。喂。正方哦，我是大姐啦。大姐哦，我想要问你呢，啊，水军甲迄个精神师已经交往几啊个月啊，啊，即马状况安怎哈？精神师顶个月结婚啊嘞。哈？你讲啥物啊？啊，伊甲我讲水军是一个好查某囡仔，啊，我毋过甲伊个性就袂合，啊，佫叫伊要结婚成家，啊，所以讲就另外佫找对象啊嘞。那安尼啦，我就是讲，无你替我甲伊讲吼，恭喜伊啦，啊祝伊永远幸福美满。啊，好过有代志，咱个先莫讲啊，有闲才转去啦吼。好啦好啦，好再见。水君这个囡仔。竟然无伫交往啊！啊，竟然跟我玩玩！妈，我回来了。
怎么了？我问你，这几个月你一放假就出门，晚上这么晚回来，到底跟谁出去啊？我……你不要跟我说是跟钱先生。我刚跟你舅舅通过电话，他上个月就结婚了，你还什么话说？我晚上留在公司加班，假日跟一群同事出去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已经把话跟他说清楚了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如果告诉你，你不是逼我继续跟他约会，就是帮我介绍其他对象。他条件这么好，到底有哪一点让你不满意啊？妈，婚姻不是在挑水果，也不能用钱来衡量啊。我跟他个性差太多了，勉强在一起会很痛苦的。好，反正他已经结婚了，我再帮你挑一个。我不要，不管你挑谁，我都不会再去跟他见面了，浪费我的时间，糟蹋我的生命。我告诉你，我什么都可以让，就说你姐妹俩的婚姻我不会让。你要是没有帮你找到一个经济稳定可以保障你未来生活的人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出嫁。妈，你还是那么霸道，你根本就没有改嘛。你现在在说什么？喂，妈，我是三敏啊，今天的肚子阵痛，我们已经在医院，她快要生了。真的吗？哎，等我等我，我马上过去啊。这是生化汤，趁热赶快喝。谢谢妈，小心烫啊。嗯。妈，你跟瑞君又怎么了？昨晚他来医院，我觉得他怪怪的。我真是被他给气的。你二舅不是要介绍一个会计师对象给他吗？我知道啊，瑞君有听你的话去跟那人约会，不是吗？说一套做一套，那个会计师上个月结婚了。要不是听你二舅提起，我根本就不知道瑞君早就没有跟他交往。怎么会这样啊？失去这么好的交往对象，真的很可惜。真不知道瑞君脑袋你到底在想什么。好啦，别气了，我再找时间好好跟瑞君聊一聊。静婷啊，等孩子满月啊，带我去竹南给阿公阿妈看一下。哎呀，你看你看，我哥哥哥哥，我就哭出来呢，我就哭出来呢。你看你看，下巴就炸大了呀！啊，做就怀疑哦。弟啊，我抱姐。啊，来来来，我这抱做抱姐，我一个细的哦。啊，做空的。一个细的哦。他根本抱在医院的。哦哦哦哦，安尼哦，你甲看这对耳啊，啊，哎，真水啊，以后好命咯，好命，三明，哎，今仔命好啊未啊？好啊，啊叫做余祥浩，啊，余祥浩，啊啊，台语变哪念啊？台语叫做余祥浩啦。余祥浩，哎呦，那真够好啦，啊，余祥浩。啊，伊上好，咱都上好，哈哈，伊上好。啊，今晚若知会做阿公哦，一定会足欢喜的。你走了太紧啦啦，啊，若无，啊，你就当咧加生几个啊，啊，生一个查甫囡仔。你这房哦，也袂倒啦。阿妈，虽然囡仔无姓王，啊，不过同款王家的血脉，嘛是王家的子孙，莫分内外啦。对啦，你想遐济。对啦，对啦。
啊，不管哦，伊姓啥物，啊，拢是哦，咱王家的子孙，对吧？哎呀，对啦，我有拍一条金破链，还要送我这个囝仔孙，我来去提，我来去提，哦，来，豆豆来，豆豆，哎。身躯的毒素伤悬啊，再加上有火啊，体力歹，所以才会昏去。头拄啊，紧急送去洗药剂啊，即摆人咧病房啊。最后还是要加加一步啊。爽快哦！不是啦，你把我的手提甲足痛的，放开啦！袂用的啦，你是我的牵手呢，我袂用你放啦。啊，一世人哦，拢爱安尼用，甲你牵条条。阿伯，我想要来等。啊？你带我等去好不？去庙里拜拜，求神明哦，赐些平安符，我你扛在身躯的啦。啊，好啦。卡上叫你照顾哈。我知影。阿祖。嘿，卡上，你巴肚枵的是？我来煮一碗冬粉汤给你吃。我不要。来，你来吃这，我话要甲你讲。多谢你，卡莎，照顾你是我应该做的。你免甲我说多谢，是王家开欠你足济足济。卡嫂，你给我甲话讲完，我唔知道我的身体还阁会当冻偌久，有一挂话若无讲。
想见阿姨啊，就无机会啊。卡萨，只为无去了，我爹爹得死。第一害你，你当初我那是不给你到底钱，你妈没给来温存，妈没叫你笑脸丢来救过。卡萨，你哪安尼想啊？今晚我从来拢无后悔，就是因为安尼，我的心肝底不敢搁较唔敢。你的条件这么好，明明可以当去嫁人。你煞为着这碗，为着这两个查某囡仔，甘愿一世人受苦吗？你这个恩情，这碗已经无机会来还你啊！就给我一个做卡送的。在这我代替伊跟你讲一声多谢。卡桑，你哪安尼讲啊？是我过来王家，你就把我当作是亲生查某囝同款看待。你遐尔疼我。我心就干那想讲，要做你的新妇，要做你姻缘的查某囝，我哪有可能搁嫁啦？即马开始洗药剂啊，啊以后的日子，你甲二兄都要较辛苦一点嘛。我袂当回来斗三工，希望你会当体谅。你安尼讲就找阮啊啦，照顾斗三甲卡桑，本来就是我的责任嘛。我敢若惊我吼做无好啦，尤其卡桑哦，即马咧三顿哦，都要特别较注意。我做惊的哦，伊若沾着物件，我毋知要安怎。袂啦，莫紧张，我是学好你的。西游记的人应该安怎吃，我上清楚。只要你爱记的，卡上这的菜哦，拢用水烫过，该食李子烫落掉。啊，上重要的是，迄羊肠绝对袂用吃哦，爱加食一寡白料啊菜来补血。卡桑刚睏去啊，我做一寡点心，想要问伊，敢有想要食？伊都睏去啦，我哩较晏才摕回家。大嫂，你先坐啦，啊，看起来刚那有心事。卡桑啊，可能是因为洗油漆的关系，心情较无好。伊拄才甲我讲一寡话，我听了。是我就较苦，破病人啊，情绪本来就较无好啊，啊，卡上毛灰啊，难免会乌白想。就是因为安尼，我才会烦恼啊。你安尼有白乱想哦，对健康无好呢。到厝啊，
咱想些办法，让卡桑来当快乐过日子。老师，这个代志你免烦恼，以后我一定要回来，啊陪卡桑去行行的，啊好心情放下快活。啊，不过因为你进前还未找到工课，所以较有闲。啊，你即马在上班了呢，安尼敢有时间啊？无问题啦，啊，就算讲无时间咯，我嘛会找时间回来陪伊的。多谢。对啦，啊，你遐讲这纸箱啊，要予慈济回收，要寄去倒？你放咧厨房后壁个仓库内用个，麻烦你啊。遐个纸箱啊，拢是当卖钱个。正常哦，做完伊老爸回收做善事，真正就感恩个。这就是你讲的一念之间啊，只要肯转念，代志的结果都会无同。是啊，转念，我只要靠近别人爱转念，先做面对随个要结婚的代志，做海你要够钱。踏出这一步。是辛苦还是幸福？背着最甜蜜的包袱，从来不觉得苦。就像在隧道里彷徨无助，眼前渐渐模糊。我知道继续往前。是当